嘿，大家好，我今天来到了杭州。为什么会来杭州呢？是因为其实我家里还是有一些挺不错的鞋的，但是一直苦于没有一个好的鞋盒去放它们。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，他在木工设计上特别的厉害，大家都叫他郑爸爸，所以我今天特地来杭州拜访他，请他来帮我做一个特别的鞋盒。这就到了。嗨，叔叔你好。啊，我是茉莉的朋友，我叫 Jerry。 我之前请您来帮我做一个鞋盒的，你这是已经开始做了吗？配上这红色的鞋带，你们有没有觉得挺喜庆的？